好，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，就是 Dr.Scholl 的这个袜子。那这个袜子呢，我本人已经穿了差不多有两个月了，效果真的是非常的不能说惊人了，但是就是效果还是真的很满意，所以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样子的，看到吗？这个呢就是晚上睡觉前穿上，一晚上最多穿不要超过8个小时哦。那这个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帮助你的血液循环更好，然后它有塑腿瘦身的效果。我个人呢也做过实验，就是晚上睡觉前先量一下大腿和小腿的腿围，然后第二天把袜子脱下来然后再量一次呢，结果真的是发现大腿呢基本上我可以一晚上可以减 1cm， 那小腿大概是半个到1cm 这样子。那其实这样已经是很理想的了，就是 overnight 你不用运动然后都可以有这样的效果。那第二天起来呢双腿呢就觉得哇超舒服，然后就还蛮上瘾的穿这个袜子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它基本上整个袜子呢它有3个压力指数的，在脚踝这里呢是最高的，是21，然后小腿肚这里呢是19，那到大腿这里呢就是11，所以它穿起来是很舒服的。然后我特别喜欢它的设计呢，就是你看到吗，这个是 toeless， 就是这个脚趾是不会被覆盖的， it's shaped like your leg， 它本身呢也非常的有这个人体工学在里边呢。那大家不要介意哦，因为这个我已经穿了2个月了，所以已经看到吗，已经有这个毛立起来了，它的弹力是非常好的。而且虽然它是去到大腿的中部，但是你睡一晚上起来呢，它是绝对不会卷起来啊，或者是往下掉啊，不会那样子。它的大腿这里呢是比较宽一点的，然后到小腿，所以它是非常舒适的穿起来。而且天气冷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穿来就是可以保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所以我真的很喜欢。你第一天穿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困难，但是第二天开始你就会习惯它，然后第三天开始你就会对它有一种依赖感呢，就是好像不穿它就好像缺了一些什么一样。屈臣氏啊万宁啊都可以找得到，但是呢在北美或者是欧洲的朋友呢可能就很难在市面上找到，但是你们可以在 eBay 或者是 Amazon 上面 search 一下就会找到它哦。那么价钱方面呢，在香港是卖249，那在 eBay 或者 Amazon 就是差不多$30，另外还要加饰品这样子。那这个呢它也是有尺寸分的，像我是 L large， 它基本上只有 medium 和 large， 那因为我比较高所以我就一定要用 large， 个子比较 petite 一点的人呢就可以穿 medium， 基本上1.6米以上的人都可以穿 large。那我这双呢我已经穿了2个月了，那我基本上是隔天就手洗，我不用洗衣机洗，我就用手洗。那我就其实手洗也很简单，就是戴上手套啦，然后就把它泡在水里面，那水温就不要太热，就是可以凉水或者是温水，然后你再放一些洗衣粉让它泡个10分钟，你再洗就很干净的了，晾起来让它自然干就好了。那千万不要把它放在烘干机里面烘干哦。另外呢就是不要用fabric softener， 就是柔顺剂，千万不可以放，因为呢柔顺剂是可以让这个弹力消耗的，
还有就是基本上任何有弹力的东西呢，它都会随着时间弹力就慢慢的会消耗掉，所以我建议3个月到4个月就换一双，如果天天穿的话。那另外Dr.Scholl 呢，它还有这样子的袜子，那你看到它也是 toeless， 非常好。这个呢就是方便我们叫节假日，就是吃的比较多然后缺乏运动，那有的时候你想看上去瘦一点，或者是有的牛仔裤穿不进去了，就穿一个这个，它是也是有压力的，你看到吗，也是脚踝压力最大，然后慢慢的上去。那它的好处呢，就是它连肚腩都可以 cover 到。我前不久回大陆的时候呢，我也是穿着它，因为那边比较冷嘛，所以它也有御寒的作用，所以还不错。它就是长成这样的，这样子的。它也是 toeless， 所以呢，所以没有脚趾的这个范围呢，它可以就是更耐用一点，我觉得。因为有脚趾的话，那有时候它会穿动啊什么的，那这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，而且它是也是质量非常好的，弹力也是非常的棒，穿起来很舒服。这个呢就是港币299，亚洲以外的国家的朋友们呢，这个可能就比较难找了，因为我在 eBay 或者是 Amazon 上面都看不到有它哦。那就是很遗憾了。那今天就是介绍这两个东西给大家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